心亘古，若明月永悬。光阴流逝，如白驹过隙。第321次，这一次，我可以改变命运吗？听说流光可以穿梭时间，改变过去。他们遵循神的规则，守护时间的秩序。嗯，那又如何呢？假如我是流光，我只想永远停留在这一刻，你向我求婚的这一刻。只是自己灵魂深处的梦境。